是科博馆食物图形。温老师啊，好，那个那这样子，所以呢带到阿姨那边去，我们就这么阿姨那边有机的，然后我们就那边采的农产品。之前我们答应讲的，答应给大家的太阳族小黄瓜有没有？没有。答应给什么植物都长不出来，长不出来，弄不出来。啊，最后我们想办法生一些东西给我们小米房，然后呢，让大家亲手去带，因为我送不出去，那些带下要立刻新鲜送给每个人。而且今年还有那个很好笑的笑话。所以送不出去，因为那些人给我钱，给完之后就好像钱都不重要，都忘记了。然后他们给我钱，然后整个过程里我一直没有取得他们的联络方式。所以只有一个老鼠头，可能是瑞祥，瑞祥后面十只老鼠。然后瑞祥正好暑假都刚好在，后那包含在他在那11只小老鼠通通不见了。我连有东西要给人家都不要给谁。你说有 Facebook 可以沟通，这些人 Facebook 有。但是他的 Facebook 到底有没有看？哎，从来没有回应。啊，这些人太有钱，真的很有钱，太有钱了，所以反而就沟通模式掉了。啊，这是我要反省。所以明年开始，我运作的这个物流金流物流系统，第一个信托就是取得联络方式。啊，去采小黄瓜，他要干什么？砍树。砍香蕉。很多人没有不知道香蕉怎么砍下来，当然现在这个砍法是错误的，我那时候也不懂，后来知道怎么正确砍，但是没关系啊，我们让那个来参与的人有机会砍砍看香蕉，那就挺好。那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农产品，有芭蕉，有香蕉，有一些东西，这已经跟原住民无关，而且又肯定可以收可以长，不是原本的那些特殊的农作物，是很普通的农作物，但是借由服务，借由需要提供给大家。啊，这是变成活动服务，所以很小的小孩都在砍，有那个一岁多的小孩也拿到在砍，那就给他砍，反正多砍几下，他砍下他很有成就感。然后你看一堆小孩要跟那个香蕉，这棵砍下香蕉树多少，就这样子的。然后后天呢，就又有另外一票人要去砍香蕉。砍香蕉采香菇，不过我这一次临时有事不能去，就是刚刚接的电话，然后呢砍完香蕉树砍掉了，然后那一串香蕉砍出来，然后呢拍一下感恩照，大家努力的拍合照，这一串香蕉，一串香蕉我现在，然后砍过之后才晓得不是钱的问题，那一串香蕉也不过几百块，问题是你要先找到好人来分享这一串香蕉，那一天这一串秤完，把它切完再秤，分开秤，这一串香蕉就有，这一串香蕉就有快40斤，台斤40斤，那底下这一根长长已经扣掉了，那当然，这重点不是香蕉花，现在是你拿到这40斤，谁要跟你吃啊？为什么不吃？所以啊，我们那放了就熟啊！我知道，我是说，如果说带去的人不多，你叫一个一家扛回去40斤。老师，你有我电话吗？谢谢再联络。所以呢，事情就是这样子啊。那我们现在就知道，我大概知道说，那可能一次来说要分大概3-4个家庭，大概5个家庭来分，5个家庭一个家庭拿个8斤还好，5×8=40，或是拿个4-5斤，然后你拿回去可以分1-2个朋友还可以。放了40斤，疯了，真的是疯了。但是很有成就感。然后呢，这个原本是这个爸爸，他要自己拍独照，然后他前世的情人使命都要，平常叫过来这个都要使命要跑过来夜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。平常叫不动，这个都全都跑来，很奇怪。这是档案照。最后那个爸爸当然是。他的情人要合照，他只有跟情人好好合照，没办法拍独照。然后这是搬运中的照片，因为刚刚不是一堆小孩子 一起扛吗？实在扛不动，对那大人来说更累，累到不行了。因为不多啦，只是搬运距离大概100公尺，很累，40斤，
四六二十四，二十四公斤。二十四公斤不包含这一根哦，这一根大概有六斤到十斤。好，最后一根卡比较快。然后呢？有人知道怎么切香蕉吗？没有，大概没有，所以在跟现场切啊分啊，学习要怎么分香蕉，现场分吃。然后这是另外一个故事里面，好，爷爷出现了，因为爷爷那天陪我们去，爷爷帮我们确认哪个香蕉可以啃，我还没有功力辨识树上香蕉哪颗可以啃下来吃，因为你拿到太深了，回去你怎么催熟都熟不了。那你在那个地方，你没有好好的照顾，用什么塑胶袋什么包的好好的，快熟了你都吃完了，轮不到我们收。真正的砍法不是从底下砍，是要从上面砍，而且从上面砍，不是一刀砍断，是轻轻的砍，砍到一点点软软，然后它会自己慢慢的软软倒下来。所以就轻轻的接住它，只要接住香蕉砍下去，不像刚刚抱住整棵香蕉树。然后爷爷看我们分香蕉分不下去，来示范一下正确方法。这一串是芭蕉，刚刚是香蕉，好，香菇，爷爷的香菇总算长出来。好，那一样这个模式，就到后来，一开始跟大家报告分享的，不是弄出特色农产品就有用，而是产品农产品，然后再来是要有金流物流产品。那我现在运作是我去找物流公司，只要要卖要收成之后全部装好，送到全家或是 Seven， 然后因为我们有事先讲好，所以呢他特地来一车全部把我们东西全部收走，然后直接送到每个人家里，当然物流费是算在里面，可是呢绝对比自己运送便宜多。然后再来金流，金流里面的重点是第一个是信托，钱不会消失，没有人会损失，因为以往都是这个故事我刚刚先讲，所以很多骗子骗到后来农人没有拿到菜，然后呢消费者钱也拿出去了，然后呢他的菜市都看不到。然后呢再来是个人，我这里写的是广大的民众支持体系进入，可以有机会协助转型友善环境的工作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是把钱放到信托里面去，那我这个钱我就不会是等到水蜜桃长出来之后才拿，我可以现在就跟大家收钱，好，一份水蜜桃500块，现在收放在信托里面，我不会 A 走，我也不会去还钱他。然后呢农人他会看得到这一笔钱，那就可以跟农人讲，请你如果说我们这一群人愿意支持他，让他转型，从惯习农法到有机，中间有一段漫长的过程，可是这漫长的过程没有人陪伴，有没有人愿意陪伴？有，在哪里？不好找，不好聚集，可是这样子可以，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人。我今年我这500块就是当过捐的，我知道今年这500块捐的那个明年可能一粒水蜜桃都没有，我愿意，我就要做这件事，我要吃第5年之后第一颗可以吃的水蜜桃。这种人找不找得到？找得到，可是农人找不到这样的人，信托就可以做得到。我钱收到，我指名做这件事，我指名给这个阿公的田，然后呢，其中有契约。第一个契约是农人不会遇到假期，那是第一件事。第二个契约是我是主导者，我可以跟农民订契约，请农民友善耕作。或是说像乌来那样子，他开了2-3甲的地，那我可以谈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跟你买菜，但是我们契约是你不可以再开垦新的田地。我可以给你比较好的价钱，我们可以种植相对等的价值比较好的东西，我也保证能买，因为钱是广大民众来的，我不用自己负担第一个成本，然后广大民众也肯。等于是不会说像当初那样子，杨梅姐花了10,000块要送人家，大家都哀哀叫，不会，是我们自己买的。啊，姐姐花了300块，大哥花了200块，然后另外一个小姐自己家一个人，自己一个人住套房，我只买100块，没问题。广大的系统共同来支持这件事情，
而且钱在哪里？看得到，我看得到我那100块，我看得到我那个300块，因为借由信托，这个是总算找到一家金控公司的总经理承诺了这件事。那这样子，我就可以开始做下一阶段，我可以请他，我就不会担心说，我今天协助乌来大量种植，协助他卖有机蔬菜，结果郑州做得好，我们再去开垦个2甲地。然后呢，当初我把高丽菜拿去环境资讯协会的时候，大家都很清楚，桌上这6颗高丽菜代表是1棵树。今天这高丽菜你要不要买？要买。心不心痛？心痛。可是不买行吗？你不买，你失去跟原住民沟通的机会。可是他已经都砍了，高丽菜已经种了，你要选择烂在田里，还是有一个跟他沟通的机会？只是那是上一个阶段，上个阶段是瑞斌，还有谁？还有杨梅姐，谁谁谁？大家掏出来10万块这样子买，然后买完很害怕，哇！所以环境资讯协会一堆人吃到免费的青菜，因为他一个也吃不完，太可怕了。然后我们一堆朋友也出钱了，请大家吃，拜托拜托大家吃，开玩笑，吃不完啊，吃不完，浪费会被雷劈啊，很可怕，所以不敢。故事讲的差不多，那爷爷那边的故事呢？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农田的故事，爷爷那边的故事呢？香菇长出来了，除了香菇呢，他的香菇木头都没有丢掉，很多人香菇木头都放火烧，他香菇木头整个堆在那边，要留着做他自己有机蔬菜的肥料，堆在那边还没全化的时候，里面满满的甲虫王者。敲形虫、独角仙什么都是，什么都有。那这个是6月中，这个是7月中的时候去的，所以那个时候是独角仙，然后挖底下全都敲形虫、独角仙的那种。好，香菇，还是香菇，爷爷种的香菇。爷爷除了种香菇还能干什么？那我们刚刚想了那么多套方法，现在回头想想。爷爷除了种香菇之外，还可以怎么办？可以做导览啊，老师。爷爷很含蓄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导览，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当解说员，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张舌头这么长。就去看敲形虫。他不认识。这一张是1个多礼拜前拍的。他种的夏菇照理说6月多要长，一直长不出来，一直长不出来，总算长出来了。因为中间的技术他不熟悉，种夏菇跟种冬菇技术完全不一样。他那个技术还没有拿捏好，所以长不出来，总算长出来了。我都吓死，爷爷去年的冬菇都长不出来，今年的夏菇都长不出来，那是不是又在砍一次树？因为香菇长出来又要重种一次，吓死我！爷爷他，我不是说爷爷种了很多有机蔬菜吗？他只是卖不出去。爷爷有一块的姜田，他那个姜田多大？不大，只有这个桌子面积合起来，我到那个大哥那里那么大块，那么宽，这么大块。就是他3公尺长。3到4公尺长，然后2公尺宽，这么小小一块，有机的，哇！你要找到有机的家，很等难得啊！我只看到整片绿绿的，不晓得是爷爷种的有机的家。它不会破坏环境，这是友善种植的。这张照片为什么要放？因为除了姜之外，旁边的树、旁边的草全部都活，没有喷任何有药剂，没有搞任何破坏环境、破坏土质的。这种家市面上有行无市，你根本开价钱买不到，就像那个野生蜂蜜一样。爷爷可不可以提供这个蜂蜜？可以，他有成熟的技巧。再来，这是我另外一个朋友去的，我们去采收鹿桥，有人有听过？
然后这个东西好不好吃？汉人也吃，客家人也吃，原住民更吃。然后呢，别说为什么不种，因为种的时候要一整年才收，一整年收一斤，了不起卖100块，人家已经在挑三拣四不想买了，因为他卖不出去。所以一块田，一年你种量一块的产值只有100块，那跟你种高丽菜一颗就可以卖100块，要种高丽菜，高丽菜一年可以种很多次。可是我们就协助他，是不是种这个路桥？你种了，大家一起吃，路桥好吃哎。还有其他的菜，啊，这是采收起来路桥。我们这一次的路桥，事实上路桥不是到有叶子的时候长，是七月中要采，那个时候上面叶子全部枯掉，你看不到，它底下的都大拇指那么粗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九月中采，九月中采。九月中已经又长大又开花了，可是这个时候比较不辣，然后符合我们一般人不敢吃那么辣那么样的，反而香甜的味道还在，很香，反而适合我们一般没有吃过路桥的。路桥两个字怎么写？路桥是好像没有听过这个。走路的路上面一个桥，下面是桥，就是小桥，大桥。可是这个字丢应该是叫叫叫子的叫丢，哎，这个是国字写，但是写错，它是罗丢，叫子的叫。哎，世上新鲜的鲜，你新鲜的洗干净，沾点盐巴，很好吃。那你如果新鲜的把它冷藏，立刻冷藏，再来吃，哇，超甜超好吃。好，挖起来的姜，但是那一天人不多，所以我就。以下的姜超多，然后这是另外一次，这随便挖起来就好漂亮，一看姜，那上面的叶子要不要用？上面的姜的叶子带回家洗澡多香啊，煮一煮泡澡舒服啊，很赞的。啊，这个是之前拍的啊，颜色全都跑掉。这个是木桥，已经都是花苞要开花了。这个呢？这张照片是预计元宝后天要上山去爷爷家去砍的那一串发酵的照片，这一串实在漂亮，口水都快滴下来。除此之外，芭蕉爷爷种的都是芭蕉哦，然后他的那块，他的一块田里面有种各种的菜，这是他今年种的长冈豆、菜豆，长的菜豆、冬瓜，短的冬瓜。就是里面很扎实那种冬瓜，里面非常扎实那种冬瓜，就那么小颗，很好吃。然后小朋友自己来挖姜，很好啊。然后爷爷他有那个棚架，上面长了苦瓜，长了百香果，都有机的。也不用讲有机，就那个土地是 OK 的，也没有撒任何奇怪的肥料跟农药。然后呢，它的苦瓜是套网袋，套网袋去套，这个就是我们小米团的人拿到的东西之一，拿到蜂蜜，拿到冬瓜。今天晚上的分享就是到这边，我等于是我运作乌来那边从开开始遇到一堆的问题，实在不想要怎么解决，然后呢到。中间设法去找到人马卖不出去，然后呢，你如果去当大盘商，事实上不对。当大盘商，你要底下有小盘商、中盘商，我们的价钱绝对也要压低，也没办法去照顾原住民。所以到后来，我们找到的方法就这个。我打算运作信托的模式，只是这次信托不是土地。那爷爷的问题怎么解决？爷爷的森林怎么做？爷爷的森林怎么救？不用担心，因为爷爷因为这个方式找到农产品的产销方法，他不用去砍森林来种香菇，他用他正常的农产品就可以过活，他可以不用再去种香菇，可以不用再去砍树，所以爷爷的危机暂时解决，但是还是要想办法再去找到真正解决方式，让爷爷他可以好好的过生。那爷爷什么时候会过世？会多久？不知道。像我们去年跟爷爷跟奶奶
一起沟通谈这件事情，谈完奶胎今年春天就走了。那可是如果我们可以谈好契约，谈好这东西，这一整片的身体可以都留下。那最早我说的那个阿姨，我说她有一块地，有申请有记忆转型期有通过，那个阿姨为什么会一直认真找那个阿姨？在我们那去的那条路，大家可以查一下，那条路叫做西罗安路，西边的西，想一下，好，这是另外的议题，但是这个议题各位知道的非常，我设法留下。三峡这条路就是当初打算运作的三峡连外道路，不管到底是弊案还是什么不对的案，三峡连外道路就是在这条西罗岸路上。那之前的乡长他用各种力量把，如果三峡连外道路要开，中间所有路全部买下来是他私有地。那好，不谈那个乡长，我们刚刚那个阿姨，这条西罗岸路三分之一的地是他的，他跟他几个弟弟妹妹，他是大姐说了算。如果这位阿姨她愿意，我就可以守护住西罗安路三分之一的土地。所以我才一直花心血跟阿姨沟通，跟阿姨，为什么要帮阿姨卖菜？如果她不卖菜，她卖土地。很多人在卖哦，我们没有协助他们有办法在山上好好过活。接下来就是让一些不想让山上的森林好好生长的人上山去，所以我才在一直想办法去，为什么满脑子都在想钱，想让那些山上的赚钱，就是这个建设。西罗安路，三峡连外道路，那个阿姨走一走，这边的地谁的？啊，那个我弟弟的，啊，这个我的，啊，那个我妹妹的，啊，那个是我第几个妹妹的，三分之一。那事实上讲这样有点好像哦好厉害，没有了，每个原住民如果是山地原住民，大概手上都会有，还至少都有两三角，只是乌来开发的比较多，那你没有让他能够懂得怎么生存下去，他没有打算卖土地，他一直被我洗脑筋，至少不卖土地，但是如果能够让他的有机蔬菜能够活下去，能够让他的什么，就算不是有机蔬菜，有没有什么方式，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在山上好好营生，就是我在想问，或许不是有机蔬菜，然后呢也不要想导览，原住民生性害羞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出来讲话，摸眼摸眼，然后呢而且出来讲话他的国语的逻辑跟我不一样，他说的国语可能我会听不懂，我没骗大家，然后那些国语讲得很通的，他脑袋里没有原住民的这些理论，因为他肚子里没有，他的脑袋里没有去装过那些古老的理论。那这样子凑一凑，剩下脑袋心里还有原住民的灵魂又愿意讲清楚，剩几个不多，有智慧的不多，所以我才弄那个原所谓什么跟着猎人去散步什么干嘛，限制很多，因为我全乌来乡全部搞定了，就只剩下两个猎人可以带，两个再多摸有，你莫说还有其他很厉害的猎人，有他讲的国语保证你听不懂，或是他很害羞，你怎样都找到他，我去找他没问题，然后我说我要带大家去找他，跑掉了，什么山猪王到现在还在放狗追山猪的，你要去找他，很害羞跑掉了。那山猪王到现在还是一把照，很厉害。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哇，真觉得他太帅太壮，然后去接近他，讲最后一个笑话给你。那个山猪王见到他的时候，觉得哇，超壮，他跟我差不多高。可是他胸肌，可以说有屈照杯，男人不是女人，男人，我也很好奇，哇塞，
你的胸肌怎么那么大？是真的有用才会长胸肌啊，不是每个猎人都会长胸肌啊。胸肌怎么会那么？然后我看其他很正常，就是正常的强壮男人，但是特别壮。他在山上又没有什么练什么举重，谁在闲着没事练举重？怎么会特别发达胸肌？后来才知道，因为他是放火追山猪，他不是拿着枪打，他是放狗追。那放狗追，狗咬到猪的时候，狗遇到猪的时候，他是立刻冲出去追，然后立刻咬。那些狗咬住之后，他会没办法呼吸。他死命咬住山猪，那个狗也没办法呼吸。所以你等于那个狗，它的舌、它的器官跟不太一样，咬住之后就没办法呼吸了。所以等于他咬住那只猪的时候，他开始闭气。那猎人就必须要在那只狗还活着的之前，赶快杀掉那只猪，把他的狗救出来，不然那只狗可能会窒息而死。而且他如果动作不够快，不用窒息而死，山猪很危险。那个獠牙划一下，唰唰，狗的肚子就开花了，就死掉了。所以他要很快在山里面走，怎么样走？他在森里面正常是用走，他不是用走路，他是像泰山一样用两只手抓着跑，像泰山一样荡着走。竹林直接两只手抓，他的脚不着地的。我们那个拉单杠，你能拉几下？他是要两只手这样拉着，然后追着猪这样追着，可能有一公里。所以他的剧照会就这么出来。我才知道，哇靠，大人您厉害，他时常有保养他的剧照会。他到现在还在追山猪。那你如果说你要去找他请教，你要拿麦克风出去，他会跟着他猎狗消失。所以不是每个原住民都可以当导览员，政府的想法也都像大家的想象，不会啊，就每个练习一下都可以当导览，不是。有灵魂有内涵的人没有能力当，有灵魂有内涵的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当导览员。然后呢，像我们一样可以讲话讲清楚又可以出去导览的那些人，通常肚子里都没有料。然后整个乌来的解说员真正有料的没几个，屈指可数。乌来的解说员几乎都有训练出来，几乎，那屈指可数，很清楚。所以那些钱几乎都浪费掉了。而且训练方法、训练植物是什么？来，我们这一颗叫做小叶蓝水嘛，哎，不不，我们都背不起来了，更何况是原住民，他的国文都不太通的，不行啊，那逻辑不太对。今天讲的主要到这边，我就一连串的。那我们上山去采访做什么的呢？我们就去看看什么，预期带大家看到那可爱的乱七八糟的水管，带大家到那个地方叫葛斯优农场去看他的两甲地，去看呢当初用曼丽姐人形比例尺耶然后的那些树，然后那片菜园，然后请大家到那里之后称赞他们的菜，请千万不要跟他，就是你砍掉树这么残忍，请千万不要这么做，这是沟通的开始，骂只是决裂，决裂没办法沟通，而且更何况土地是他的，那是他的土地，然后就像刚开始提的。那几颗蜂箱，四十几颗蜂箱，他爸爸带着他亲手种下去，告诉他40几年以后你可以用，那是他的菜，只是那颗菜要长40年。他们的思维逻辑跟我们想的不一样。然后呢，那些的梯田还会再开，还有梯田上面的都叫做杂草，不叫做树，所以那叫做杂草，只是那些杂草这么粗而已。一个暴露出来，然后如果大家来问的时候，记得单纯请教，不要去起冲突，
那些如果有疑惑的来问我，我再来解释发生什么事，让大家去再问他们。那些他们可以请教他们种蔬菜啊，请教他们蔬菜现在打算怎么卖啊，然后他们大概可以打算干什么啊，问问看啊。那现在家里面偷偷那问一下说，哎，现在温泉旅馆那么多，哪一间比较好啊？然后那现在部落里如果去的话好不好啊？最后可以偷偷引导到现在水够不够用，请教而不是指责，指责没有用。他们也是受伤的原住民，他们也不懂，是我们定的有机蔬菜的规格，他们是配合我们，他们已经被迫放弃了他们自己的灵魂，来配合我们的有机蔬菜规格来种有机蔬菜。所以大概是这样。然后六号有人要去吗？有人跑，我哇也闹跑。有人六号要去吗？好，只有二十，差不多可以先关掉了。好，因为我。